7月5日，陈妍希、陈晓在安徽合肥领证，陈妍希红衣抢镜，据悉二人将在今年7月19日于北京举办婚礼，21日在台北举行归宁宴。女神陈妍希因为演出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，邂逅大陆男星陈晓，两人交往1年多，确定在本月19日北京举办盛大婚礼。不过，陈妍希日前接受《Vogue》杂志专访，也坦言自己虽一直向往家庭，同时也很害怕一件事，那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。陈妍希与陈晓日前为拍摄杂志《甜蜜》合体，除了分享交往以来的甜蜜点滴，陈妍希也坦言自己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。不过这个担心在遇到陈晓后瞬间消失，这个人就是值得我嫁的。陈妍希与陈晓其实在拍完《神雕侠侣》1年后才点燃爱火，表示当时男方突然在通讯 APP 告白自己有想过和你结婚，让陈妍希又惊又喜，于是想法与生活都很合拍的两人就这么正式交往。而今天也是陈晓的生日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再次恭喜恭喜。